娘娘，小殿下可能还没有死，您再让我试一次吧。凭什么相信你？娘娘，你多耽误一刻，鱼儿便少一个生机。若他救不回呢？本王愿以一命换一命。您为了阿鱼，可以一次次不顾性命，却为何要与一慧成婚？阿鱼对殿下的感情。 殿下只看到了冰山一角，阿鱼一定很难过吧？周幽已死，莫再执着。我只是个外人，我说话他应该不会听吧？你错了，他会。你只要跟他一起回雍州，他必然同意。我。 你可知道，丈儿为何答应依惠之约吗？